好，到咗呢个龙妈出门教室时间啦，咁咧就喵喵紧啦，咁啊而个画面咧就停留喺呢个片段嘅时间嘅，咁咧就系啊，呢只猫啊，不有啲嘢睇住先啦，咁啊而家就一路 set 紧 cam 啦，猫猫出嚟啦开始，冇，系啊，对 cam 先得噶嘛。系啊，咩咁犀利嘅？点解啲猫 set 得入镜咁叻嘅？点解啲猫？系啊系啊，超级叻嘅猫啊！呢个猫喺边度？呢个猫系咪？好，咁咧就我都開始準備張台又執啦。咁啊，再次歡迎大家嚟到呢個龍馬砌門教室時間啦。咁咧就一邊啦，貓貓我食嘢啦。咁一邊咧我就 set 好個壇佢啦。時間咧就開緊操咁啦，咁啊話時話咧，咁講我呢一度個陣啦，咁我呢個陣咧，其實之前咧長時間咧，應該一段時間咧，嗰支 cam 咧就永遠都凍住咗喺度嘅，就即係個台啦，嗰張台咧都係咁樣樣嘅。咁啊，今個禮拜做節目啦，咁跟住咧就總會咧就不知不覺咧就越嚟越多啲嗰啲模嗰啲零件嘅雜物咧就擺咗喺台面度，咁跟住咧就累積到下個禮拜啦，即係再下個禮拜做節目嘅時候咧，咁我就好似而家咁樣啦，咁之後就執個台咁樣樣，咁咧其實咧就唔應該咁樣樣。我嘥咗張台，咁有時會執嗰張台嘅，即係呢張模型台咧，可以咁講啦。咁應該攞嚟咩嘅？咁啊，同埋積極啲使用。咁啊，同埋支 cam 咧，有時都阻住電視機打機咁樣樣。咁我撳低佢啦。咁咧，我呢幾個禮拜進步咗少少，就係會執 cam，會拆咗支 cam 佢。
咁啊都容易拆嘅啫，咁啊拆咗腳 stand 佢咁樣樣，咁樣應該要再積極啲先，執好啲啲嘢先，即係啲嘢都係執得唔好，懶執啊。咁咧就好，我等先，同埋支燈咧壞壞地。開到支燈啦，好咁啊！有阿遮狼啦，有阿關總喺度，各位好啊！好咁咧，我就一路執 cam。啊，同埋咧，又係嘅，每次咧都要講同一番説話，就係支 cam 咧硬係校唔到。嗱，依家個色温咧，我已經好已經 get 到啦，因為咁啱而家台面上嘅咧應該係粉紅色嘅，咁樣咧個色温咧就好奇怪啲顏色而家。咁呢個就係另外整緊一啲嘅模型啦。咁啊，如果認到嘅話，你就叻啦，比較叻你。呢壇嘢都非極度複雜嘅呢壇嘢。好，咁啊，今日整啲咩咧？咁啊，開咗題先啦，一邊執一邊講啦。咁啊，今日咧會繼續咧就完成呢一個 double set 題嘅。咁啊，上個禮拜就即係卡板 double set 題啦。咁啊，上個禮拜咧就揾即係上嗰部分嘅顏色啦。咁啊，就執下件啊咁樣樣啦。咁啊，今個禮拜咧。就會係，我終於揾翻張水貼出嚟啦。咁樣咧，今日咧就會貼水貼嘅。咁啊，貼水貼啦。咁我有諗咧砌唔砌埋佢好，因為我嘅習慣嘅做法咧，就係將所有嘅零件咧就分開佢去上色，然後分開件去處理曬所有嘅嘢。咁分開曬所有嘅件處理，完全分開曬去處理啦，跟住亦都燒光保護色咧、保護漆咧，都係最後都係喺件分開件嚟上色，上完件之後咧，完成曬所有件咧先砌埋嘅。咁呢個係我慣常嘅做法啦。咁咧，今次就想試下咧，不如咧就砌咗佢先。其實仲有啲嘢未整喎，上次有啲唔記得咗打磨添，仲有啲部分黑件未整。咁咧就不如試下今次就砌曬佢，然後上燒光。不過模型就係咁樣啦，即係即使係同一個做法咧，而家即係普通嘅形式嘅上色啦，咁都有好多嘢可以嘗試。咁例如嘗試下唔同嘅先後次序啦。咁其實嘗試唔同嘅先後次序嘅重點係諗住睇下有冇啲方法可以偷懶，可以再快啲咁解嘅。其實講到尾咧，雖然我砌模型啦，模型理論上係一件應該係講耐性嘅事啦。但其實我係應該係我其實我內政應該係麻煩地，又或者我人咧，即係我上次好似傾過啲話題，我都係不斷係咁去尋找任何嘅事情咧，尋找有冇任何可以再快啲嘅動作去完成任何嘅事情，即係乜都係講頭講命咁樣樣。咦，防止批喎，竟然有講，都搣走啊！字樣先，防止批嘅字樣，好啦，唔係防止批嚟嘅，係唔驚搣走佢啫。啲貓遮住曬門嗰 part 係而家 set 緊嘅，咁咧就台面咧就嗱咁有各有不同模型嘅說明書啦。呢個高射炮我都未整嘅。咁就呢一个啦，咁啊成张台咧就系充满住说明书。好，咪咪，好，咁样咧就搞咗升温佢先。
咁而教室温咧，睇下教唔教到先，教唔到就要掹 cam 啦，因為佢係非常之蠢嘅。哎呀，睇嚟係教唔到，掹 cam 先。色温色温，今個禮拜咧前兩日咧，無啦啦唔知點解頭痛，咁啊我咧新子藥，咁咧講下應該都唔藥，其實都好咗好多嘅啦，好似啱啱前兩個禮拜先探到完呢個問題，咁啊而家整體已經好咗好多，即係個病嘅時候嘅狀況。攞個粉紅擺喺度先。好，應該 OK 啦，顏色。好，咦，有貓貓嚟，飛走曬喎。熟悉佢先，咦，又有翻出嚟啦啲貓，哇，咁犀利咩？好嚟啦，咁啊就都攞啲零件出嚟，再慢慢傾。咁啊，部分嘅零件啦，紅色、白色咧，呢啲就噴曬噶啦。咁啊，基本雖然都係白色啦，但係其實呢個噴咗。咁啊，有少少嘅好薄嘅陰影啦，加強嘅層次啦。咁咧，我哋就貼水貼。咦？咁但係貼水貼咁樣嘅背景，我會整濕啲設計圖喎。揾啲嘢剪一剪先。好，咁一邊講住嘢啦。今個禮拜咧，就對於我嚟講咧，就最有感受嘅事情係咩咧？就係呢兩頭先講話頭痛啦，咁啊而我頭痛咧平時咧我最有效嘅藥咧就係 Panadol， 我頭痛咧唔知點解咧係點都唔好喎，點都唔會好嘅，可以拗幾日咧都好唔到嘅，但係一食藥咧就好嘅，一食藥就即刻好到快到係唔合理咁好嘅，又唔係心理作用嘅喎，通常都係食完藥之後，咁跟住咧都係我好快唔記得咗嘅啦，都係好快咁。就投入了另外一件事嘅，咁跟住咧，不知不覺之間，咦，冇嘢喎，原來已經咁樣，咁啊，而個時間可以好快，快到即物理好似未落位啊咁樣樣嘅地步啦，半個零鐘就已經有效嘅，咁但係唔食藥咧，可以咧一路都繼續咧有排痛，跟住當然有時會痛啲，有時冇咁痛啦，咁稀奇會唔好啲咧？咁結果咧都係通常都好唔到。因為前兩日頭痛咧，就硬係食極藥都食唔好，咁啊，但係食啲藥就好眼瞓啦，係咁瞓，係咁瞓，斟啲水先。啊，係嘅，醒起咧，問大家一個問題。我有一段時間冇去飲，咁話說今個禮拜六啦，咁今個禮拜六咧，真係咁啱得咁巧喎，咁有兩個同學結婚，
咁兩個同學咧都係同一班嘅，一個咧就畢咗業，一個咧就未畢業，咁其實都 OK 高階嘅啦，咁啊都好多年嘅，咁咧就咁當然咧就應該都唔少得我啦，咁我都會去啦咁。咁啊跟住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咦我太耐冇去，究竟而家人情應該俾幾多啦？大家會如何咧？跟住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本說明書，我本說明書出嚟先。Double setter， 哎呀，臭咪！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因為佢兩個係星期六啦，星期六咧。因為之前星期六已經是非常之唔穩定啊，嗰啲堂成日有時候因為各種嘅問題啦，即係啲市況問題要取消啦，就好唔穩定。我唔想成日，即係我唔想太多要取消星期六，或者係調，即係可能要調一調都冇計，但係唔想太過多取消啲課堂。咁咧，佢哋兩個飲咧咁啱一個咧就係晏晝一點啦。晏晝一點啦，一點場，十二點半話影相，影一點飲就是一時一點一直，夜晚嗰咧就正常嘅七時恭候，八時入席咁樣樣，咁都會預早少少嘅。咁我咧就其中就目標咧就係諗住，若果容許嘅話咧，因為都好似尖沙咀都近，咁我容許嘅話咧，我就飲第一餐。咁第一餐咧，可能啲後段咧就早少少走，咁咧就翻去咧就上兩堂，目標上四點至到七點上三個鐘，呢、這個計劃成唔成功咧？不過都唔知道同學調唔調到。如果調到咧，就想咁樣樣。一方面即真係太多太唔穩定啦，課堂呢一期。咁啊，另外一個原因係當然好直線嘅事情啦。星期六相對地係比較比較多班少少咧，盡量希望減少嗰、那個。個影響啦，又或者係嗰、那個直接講就係減少個損失啦。因為近期個不穩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冇啦，咁啊，呢個就係自己嘅狀況。星期四。跟住我每個禮拜都講堂翻説話，星期四通常上堂咧都比較吃力少少。喉嚨有啲吃力嘅。好嗱，咁我哋就貼水貼啦。咁貼水貼咧，咁啊見一兜嘅零件啦。咁啊，見一兜零件咧，咁我就喺零件上面去貼水貼啦。咁喺一兜零件，咁啊冇 number 冇剩，咁貼水貼貼唔貼到咧？咁梗係貼到咧，因為基本上都其實都雖然唔敢講話所有零件認得曬啦，但係大致上都有啲概念嘅，即係邊個零件係邊一個位咁樣樣，有啲難認少少咯。睇下先有冇啲難認。這個就小腿腳瓜啦，各個腳瓜窿啦，膊頭把劍啦，這個是腳前面的這個部分啦，咁樣咁啊呢個部分啦，咁基本上咧啲件隨手攞起都大致上都有啲概念嘅，咁所以咧即使唔砌唔係成日砌咗喺度，然後貼咧都冇乜問題。
講翻咧，嗱，咁嗰啲頭先嗰啲自己嘢，咁講另外一個，呢幾日最深刻嘅事情咧，就係、是、我呢幾日睇少咗好多 Facebook， 咁 Facebook 咧即係我基本啦，即係基本我會用嘅社交平台就係 Facebook 咯。呢幾日咧就睇少咗好多，迴避啊。咁迴避嘅最主要嘅原因係咩咧？因為近呢幾日嘅新聞咧，都係主力都係圍繞一個人啦。咁但係其實我係非常之唔中意。我唔中意嘅原因唔係嗰單嘢嘅問題，係因為個樣子太核突啦，黐鬼線！我好接受唔到，即係我基本上我係咁碌咧，即係你諗住碌下啲唔同資訊啦。你不斷碌嘅時候咧，有八成。都唔敢，都又會只有八成嘅，有其他嘢咁樣樣，但係唔多咯。即係大部分碌一路碌一路碌落去，全部都係嗰個樣，但係嗰樣好核突啊！黐線。雖然咁樣講咧，即係以貌取人咧，就咩咧？但係我唔想對住嗰個樣，真係好難頂。咁啊，真係好難頂。咁樣咧，所以咧，我就咁嘅狀況之下咧，我就被逼咧，我就算得睇少啲。咁啊，有時或者係咁啱，即系咧就選擇咧，選擇嗰啲咩咧？選擇彈出嚟嗰啲嚟撳嚟睇咯。選擇彈出嚟嗰啲撳嚟睇咧，即係譬如話我啲加咗啲模型谷嘅。咁啊，加咗啲模型谷咁樣樣，嗰啲模型谷咁，淨係即係淨係喺個 list 嗰度去揾咯，就唔好入去個 Google 數咯。咁入去個 Google 數嘅時候，亦係見到嗰樣，即係好鬼死核突。係啦，即係容許我咁膚淺，但係跟住突然之間咧，我明白咧，唔係叫明白咧，即係諗翻咧，曾幾何時咧，有啲嗱，我又貼水貼先，雖然講住有啲難。我即刻收以後，咁咧嗱呢一塊咧，不如攞咗一成組出嚟先。咁而家貼水貼咧就係貼腳嘅部分啦。咦？點解三塊嘅？腳瓜即係腳小腿嘅兩邊。咁啊佢因為。呢只 double setter 只腳都幾大隻，咁腳嘅組件咧都好多。其實高達好多時候都係咁。而家咧現代高達咧，咦點解三塊嘅？啊一塊唔記得喺邊，我會記得啲零件擺咗喺邊，我真係犀利。好，放在朋友箱的頂度。好，是不是只是我是這樣呢？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受呢？只是我比較在意一些，大家覺得沒什麼，啱跟住咧，我諗起啦，即係我諗今日講下呢一個分享下啲感受咧。咁啊，突然之間咧，亦都咁樣又諗翻起啦。五三五四，1 2 3 4 5 6 7 8 4 4，咁啊谂翻起咩咧？就系
啱啱上個禮拜咧，就同大家分享咧，我就話我唔中意自己啦，因為唔中意自己唔夠靚仔，即係唔係唔夠咧，個夠字多咗啦。咁唔中意自己唔靚仔啊，咁樣啊，我都幾咩嘅喎，都幾幾你好話著重外表啦。跟住咧，譬如咁當然啦，即係你而家係即係我而家砌模型，咁砌模型一定程度上覺得靚先整嘅啫。咁又或者咧，跟住咧，之前咧成日都喺呢個節目度咧，又譬如又話人哋擺 pose 擺得唔好啊，噴咗啲顏色核突啊，嗰啲陰影核突啊，咁都係都幾咩嘅喎，都幾幾著重外表，唔係咁啊，即係咁講啦，咁大家啦。若果唔著重嘅話，咁冇嘢玩嘅喎，呢個世界。只不過咧就話，咦，原來我都幾追求。係呀，白白貓。一結論都係佢，真係核突。但係我跟住發現到咧，原來而家係好似進行緊呢一個一日一。咩？我選擇性，我已經連佢名都唔記得咗。一日一佢咁樣樣嗰個計劃，咁咧未來一段時間咧，我要迴避，我要褪網。褪網嘅原因係竟然係咁。哇！我把戒刀都已經係咁樣。咁呢個係粗用嘅，因為砌頭先嗰款好精密嘅模型咧，嗰啲位咧係唔啱嘅，咁結果咧就要隔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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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好多時候要爆破。攞翻啲棉花棒、軟化劑。或者是一同戒，我不得，我迴避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同即是這個世界容納不到我。聽朝咧，我而家諗緊聽朝早唔早起身好。咁啊，聽朝早起身嘅原因係咩咧？就係啱啱頭先唔小心咧，就見到有 post， 有個 post， 咁咧就講咩咧？就聽朝 metal 表咧就開訂香港 Bandai。咁聽日開訂嗰只乜咧？其實就唔係啲咩新嘢嚟嘅。如果你話相比之下咧，相比之下個價值咧，
想想下都真係有啲微妙。我同大家一齊研究一下先。喂，爛咗嘅，唔得！呢把戒刀，呢把刀做輔助唔得。不適用一把爛曬嘅刀，用翻鉗。即係爛咗水貼添，算啦。應該是啤嘅。係啊，你又知喎 ，Metal Bill 彈彈。咁啊，而呢一個 Metal Bill 嘅彈彈咧，其實我有一隻。咁我之前買嗰隻係二手。咁跟我其實我而家先知，原來新嘅係1900多。我之前買咗一隻咧，就二手買翻嚟2000。但係當然咧，即係嗰陣時嘅，唔係嗰陣時咧，咁的而且確個價即係價值都 OK 嘅，即係成大隻嘢。Double Visor 咧，連埋架飛機咧咁。即係連埋後邊背脊嗰個嗰嚿嘢啦，咁個價錢係合理啊。我都是慣用刀，試下用下啲唔同嘅嘢先，好似竹籤都得。阿希話要訂無面超人喎，咁而蛋蛋呢一隻咧，咁我頭先咧我就撳入去睇啦，即係撳入去睇，因為佢九點開定要搶啊嘛，咁我就撳入去啫，就睇下有冇係預集啊、預定、預練習定啊、lock in 定先咁樣樣，咁跟住睇到呢一隻。呢隻女神嘅武裝啦，1190底喎，我覺得合叫唔叫底咧？一 set 嘢啦，冇主題啦，冇主題，但係呢 set 嘢好似好豐富，呢 set 嘢好似好豐富。咁啊，兩把大劍啦，跟住一堆嘅武器啦，同埋個雪橇啦，雪橇係咪有埋腳踏噶？係啲有埋腳踏啦。1190 OK 啊，幾 OK 啊。雖然話全白咧，純白咧，佢襯翻嗰只吸塵機嗰只嘢咧，我就諗住普通嗰只 X 啊得唔得咧？普通 X 啊玩呢只得唔得咧？加埋個吸塵機好似咁樣幾型啦，打滑咁樣好似飛機形態咁樣幾好睇。其實我有雪崩嘅，我有雪崩連雪橇喺度 Metal Bill。但如果你話呢一隻嘢冇記錯，好似個主體咧，即係吸塵機嗰壇嘢咧，因為 QC 麻麻地。跌價跌得好緊要，二手
最低件千七都有。咁啊，千七如果你系千七加加埋啲弹嘢，当三千，即系换句嚟讲，即系大家听到三千咧，觉得几夸张啦。都系咁嘅，差唔多。模型成品其实有时都应该都有一定嘅价，都有一定嘅价格。睇下先，系咯，咁啊呢一个三千啦，咁而嗰个 double O 弹弹嗰个咧，咁嗰只二千啦，摆埋一齐比咧，又好似有啲比下去。毕竟呢一只唔系新，系换咗少少颜色。佢將裝甲嗰部分變咗藍色咯，睇睇下都係算了。我而家手頭上嗰只咧，呢啲中間呢一個加呢個關節位啲金屬咧甩色啦。其實一定程度上嚟講咧，呢一隻咧嘅舊版咧嘅顏色，其實我最初頭攞上手嘅時候咧，即係舊嗰只啦。一到手的时候其实我是失望的，其实我是非常失望的这一只，因为开始自己做模型，而自己做模型的时候一来它这一只那阵时觉得，那阵时看觉得这一只的那个整体那个 detail， 那个形状的 detail唔夠啦，有少少未夠啦。咁跟住係咧，微妙地好似整體嗰、那個、那個結構咧，嗰、那個唔算好吸引啦。咁不過咧，就擺咗一段時間，跟住再攞翻出嚟咧。咁啊，其實係咯，即係前個幾個月咁樣攞翻出嚟咁樣。咁啊，跟住喐喐下摸摸下，其實又好似 O K 嘅，擺耐咗一陣間，反而睇翻覺得幾靚。可能因為又係呢個整模型嗰啲心路歷程啊。因為咧模型世界好多改件，咁有時啲改件咧就複雜，但係跟住個世界越嚟越複雜咧，嗰啲 detail 越多咧，多到咧開始覺得唔好睇。即係去到某個程度咧，又想翻翻轉頭回歸基本。一期期呢啲，但係雖然話咁樣講啦，即係話雖然係想即係會不個口味咧會不斷改變，但係咧Metal 錶就雙確啲啦，即係Metal 錶畢竟係都係Well Decided 啦，即係畢竟係都好啲啦。但係模型咧的而且確真係好難接受。模型例如是今日咧，今日照計就好似話出HIRM， 其實 HIRM 都係理論上都係 well designed 嘅照計。咁但係今次嗰只God Gundam 嗰只 HIRM 就核突咗少少。呢一隻咧，我係完全放棄咗啦。我有另外一套另外一 set 改件喺度啦。God Gundam 嘅。我覺得那隻靚十倍嘅，雖然相比之下咧，唔係相比之下啦，嗰隻有啲瘦得滯嘅，改件嗰隻有啲瘦得滯嘅。但係呢一個咧就有啲難接受。我覺得一定程度上咧，其實有不少的 page 咧去 share 啦，去介紹咧，我覺得都係有少少係俾面嘅。咁其實理論上都可以叫俾面嘅，即係 Bandai 作品咁樣樣 ，Bandai 出品咁應該都俾面嘅。但係就
冇得好就好噶啦，唔好就唔好啦。但亦都有可能係真係真係品味嘅問題啦，即係我嘅口味同呢個世界唔知會唔會有啲唔同啦。有啲無形谷有啲人都真係覺得靚嘅，好似咧，即係會好想買嘅。依家羅生都好似話有興趣，阿羅生有興趣，因為佢中意葛根達，好似話。咁咧，雖然我都機動武鬥傳我都好中意睇，葛根達我都 OK 喜歡，但係呢一隻就 pass 了。出温話MB00R 過咗咁耐先再版，平咁多有啲想入手。我放遲咗啦，我舊嗰只，其實我之前有少想放嘅，跟住擺喺度牛。其實一早放咗佢咧，可能而家換到隻新翻嚟。之前2000。再放翻二手出去都仲放得到，舊少少，即使舊少少都放得到，而家就應該放唔翻，因為佢再版。但係咧，佢呢一隻 Metal 錶咧，呢只00咧，我頭先我睇佢個睇佢幅相啦，尤其是膝頭哥呢個位咧，呢個位我肯定佢一年左右咧會甩色嘅呢度。佢啲金屬位咧，佢冇改變過。佢金屬位個上色嘅我唔知佢結構問題定咩啦。我相信咧呢啲顏色咧都係會生鏽剝落。如果你玩的話呢都 OK 的，你預咗佢擺唔耐咯，可能如果一般我建議咧，又或者可能我睇下聽朝多唔多手玩下咧，一年之內放咯。因為你過咗一年，我相信兩年都得嘅。啲油開始啲生鏽咧，咁應該就要漸走先走到。如果我嘅話咧，當係攞嚟即其實上黑色，自己上翻色都 OK 嘅。我都有少少諗咧，自己上翻色嘅，加下啲 detail 啦，咁樣。佢整體咧係冇滲線嘅 ，metal 錶係唔滲線嘅。咁當然啦，即係OK 啦，我覺得。因為如果你譬如呢一個位佢滲咗線啦，呢一個冇滲啦，佢大部分都冇滲嘅。可能會花得滯啦，但係相比咧，如果唔滲線咁樣樣咧，就各有各啦。可能你會覺得有啲，可能我會覺得有啲單調啦。係啊。
呢一個咧，PG00 多睇下揾唔揾到先。我最初頭好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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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咧，即係都對冇，又未至於算好耐嘅。咁我諗住玩模型啊嘛，即係而家咁樣啦，玩模型啦。其實第一隻目標咧係諗住攞嚟整00嘅，係整蛋蛋嘅。咁而嗰陣時我整嘅，即係想整嘅嗰只咧，嗰只改件咧，就揾下揾唔到張相先。咁嗰陣時諗住整嘅改件咧，係呢一隻嚟嘅。咁呢一隻咧，可能因為嗰陣時睇慣咗呢一隻，咁所以咧相比之下咧，就覺得嗰只咧 Metal Bill 嗰只咧就太過單調。咁當然啦，呢一隻嘢相比之下有啲花啦。佢同佢一個件，即係一個佢做咗比較仔細嘅分析啦，同埋水貼比較多啦。咁嗰陣時我好中意呢一隻嘅，其實嗰套件我都有喺度，未整。咁啊，佢整體多比較多黑線啦，detail 多咗啦。咁00R 嘅改件新出都有嘅，不過我覺得新出嗰只冇咁靚，相反，呢一隻係主要加黑線，加啲 detail 咁樣樣啦，冇好大嘅改動。咁啊，膝頭哥部分啦，咁頭先上色示範就用咗兩隻顏色啦。咁可能我睇慣咗咧，咁所以咧就一擺翻起嚟咧，Metal Bill 嗰只咧就變得好單調啊，變得好平板啊，變得好冇嘢。係啦，就係咁啦。咁整體個形狀都唔同咧，呢只嘅個線條再出啲啦。咁不過當然啦，畢竟呢個本身係一個 PG 啦嘅改啦。其實 PG 嗰只個形狀個比例個線條靚，冇啊，就係咁啦。好，我講咁耐。只係整咗四塊，好，咁呢就揾另外一個兜兜住佢，咁跟住就，波算呢都係分開上咗燒光再砌咯，整多一個禮拜。睇先，阿希話我訂咗啱啱嗰個真人，竟然頭先呢畫面呢就你訂呢個咩嚟㗎？呢個唔識添，唔好意思。但係真人 figure 咧，好難做得靚嘅。即係譬如聖鬥士啦，中意就中意啦。我覺得有啲難搞，有啲。咁啊，即系话打算订 figure 嗰只 ANKH，呢个都唔知，呢个我都唔识。
跟住咧就喺話等 MG God version 卡啦，都 OK 啦，其實都齊唔曬嘅，而家手上嘅油牌都齊唔曬，所以咧都可都要等呢個字都冇乜所謂嘅，即係等等都 OK 啦，等都冇所謂啦，等下都得啦，畢竟係真係，畢竟係真係齊唔曬。呢度應該手頭上，我應該都仲可以砌，仲可以砌到十年以上。我手頭上嘅嘢，其實仲有啲，仲有啲訂咗，應該都仲會不斷增加嘅。聽日約咗交收，咁啊四盾都買咗隻。四盾大家知唔知？知唔知邊個？四盾。雷霆戰區嗰個咧 ，MG 卡夫阿瑪，呢一隻，呢一隻咧，呢只系其實好微妙嘅，呢一隻咧，如果你話講設計最初頭咧，其實就唔係特別太討好嘅。咁一般啦，同埋覺得好騎呢啦，即係最初頭見嘅時候，咁啊無啦啦咁有幾個支架咧就動起兩個盾咁樣樣。咁但係咧呢套我未睇第二季啊，我睇咗第一季啊。其實應該睇攞第二套嚟睇，攞翻第二季嚟睇，就係攞揾個第二季嚟睇。我係非常之中意睇呢一套嘢。呢套嘢我中意佢啲音樂啦，一嚟我本身中意 jazz 咧，同埋啲音樂其實最初頭都好奇怪，都係聽唔慣，但係聽下咧，就覺得呢一套啲音樂係好出色嘅，呢套啲音樂。好中意佢啲歌，好中意佢啲歌同音樂，有啲都唔係咁中意咧。不過整體都 OK good。咁而佢第一幕啦，第一幕一開始嘅時候咧，就話點講咧？咁就係攻一個地方啦，即係講即係以呢個自護以呢個聯邦做試點嚟講嘅話，咁佢哋要攻一個自護嘅據點啦，咁中間有好多隕石啊，咁樣樣，咁啊對方咧就用追擊槍一路係咁射啦，咁樣樣，重型追擊炮啊咁所以咧佢哋好多啲機咧都係有咁樣再加幾個盾嘅，因為擋下啲子彈啊，擋下啲隕石啊，咁樣樣，咁啊都個故仔都幾 make sense 啦，加多幾隻盾。而呢一隻嘢咧，相反咧，擺曬咁多盾喺度啦，即係擺四盾啦，喺度咧，呢個做得幾靚啊！呢個雖然花少少，暫時就好似未乜點，冇乜點見過，我即係冇乜點見過 show 四隻盾都係靚，呢個都算係 OK 嘅呢個。其實通常都係擺翻兩隻盾咧，會靚少少。四隻盾嘅 pose 好難擺得靚，因為本身四隻盾個結構問題。隻嘢本身如果唔要上即係嗰壇嘢咧，就咁睇就主體啦。佢主體都幾靚嘅。主題都 OK 嘅，有少少古老嘅味道啦。咁咧，一般企價即係個價咧都穩陣嘅，一般咧都係三百六，咁我就三百二咁樣樣，咁
咁啊三百二又好啊，咁啊三百二就掃咗佢咯。不過要坐下西鐵河咁樣樣啦。咁我當然咧，即係準備咗有豐富嘅嘢可以做啦。咁所以坐下車都 OK 嘅。即係結果又掛住講，搞咁耐只係貼咗幾條，咁樣咧應該貼水貼可以貼幾個禮拜可能。因為呢度幾多嘢貼喎，好睇翻先，咁啊新嗰只零零要五月先有啊，新嗰只零零我冇留意添，新嗰只零零即系咩啊？新嗰只零零即系而家听朝订嗰只五月先有，系咪咁嘅意思啊？我冇留意添。咁啊之前要3000买唔落 SoSet， 我讲紧 Double O 啦，系咁啊旧一号咧就话 Warbird 云只大魔正。是的，挂住后研究好啊，就看看魔博雲隻大魔，好傳統啊，好古式啊，係呢個好電視版。不過可惜咧，其實我個人就麻麻地，我唔係復古嘅人嚟，可惜。不過我覺得好過癮，佢個尤其是佢個膊頭嗰個位咧，好古典 feel， 好嗰個時代。咁佢呢個都好還原度好高啊，都可以話。好還原到電視版嗰個 feel。大魔有冇出過 M G 咧？大魔好似咁當然有出過啦。我無視咗佢嘅模型，
畢竟係比較舊咗少少。咁啊，如果你話呢一隻 MG 咧，呢隻 MG 就當然咧，即係而家睇翻，畢竟係上一個時代嘅咧，就兩頭未到岸啦。等佢再出，再諗玩。咁有啲人改造咧，將佢加。好，繼續降活先。相比之下咧，貼水貼係一個好細嘅工序，要集中嘅成分比較多少少。你係打磨嗰啲咧，嗰啲相對冇咁精細啦，咁所以咧都容易講嘢，呢一個難講嘢。咁啊，遮狼就核心高达满好玩啊！核心高达系核心高达，核心高达系咩？冇留意添，定系咩名？核心高达打错字。核心高达。我 search 核心高達出呢一個，呢隻核心高達，我完全無視咗，唔係無視啊，完全冇留意呢一個系列。不過創戰系列通常我都冇睇。其實如果你譬如好似呢個咁樣啦，呢幅畫啦，其實創戰佢入邊嗰啲機體係畫得好靚，
我覺得呢一幅其實都好靚，個設計即使個設計唔靚都好咧，入邊啲作畫係都 OK 神級嘅，喺動畫上面嚟講，佢已經係將只嘢係畫到係最頂級嘅，已經係演繹得非常之好。佢之前咧，我立過下咧，未睇曬咧，不過咁啱我睇親嗰啲咧。都是他演绎得都很好，画得很漂亮，很给心机在那方面，可能他sell的就是sell那些，所以那些画面就画得很漂亮。这只我都没买到，不过算了，如果你話買嚟擺咧，我都冇位擺。如果你話整咧，雖然整完之後擺埋一邊，個故仔都差唔多。其實有時咧，即係我而家個貼水貼啦，模型呢樣嘢咧，即係我哋話加 detail 啦，加 detail 嘅有幾個做法啦。咁一個做法咧就係而家咧就加水貼啦。咁一個加 detail 嘅方法就係加黑線啦。仲有加 detail 嘅方法咧就係加所謂陰影啦咁樣。咁啊，呢幾個咧都係嘅富，令到佢嘅叫做豐富啲啦。即係我覺得最終係咁樣啦，豐富啲、靚啲咁樣啦，唔好咁單調啦咁。咁而加水貼咧，真係其實係加同唔加就爭好遠。好似呢度咁咧，佢只係加兩個咁樣樣啦，可能個反光未必睇清楚啦。如果你話咁同呢個比咧，這個微妙地咧就好睇好多。雖然只係爭咗少少嘢，爭咗少少 detail。咁而譬如話，通常咧，有時我覺得叫做落陰影啦，所謂咁同埋落陰影落得好重咧，即係我集集都好醒透呢樣嘢。咁其實你只要唔好咁心急學啲乜嘢陰影，你整翻一隻完整嘅，你試下整咗先。咁其實有時加埋啲水貼咧。有些本身不是跟水貼的，可能你就要去找一下。不過很多時候模型簿都會有的，結論來說其實都是大陸出的。其實加了一些 detail， 加了一些水貼都漂亮很多。線就滲線有啲難講，啲滲線要唔係咩位都滲，即係滲，因為滲得意嘅話，其實都好，即係基本咧，即係有啲部分要滲咯。咁不過你睇我而家呢一個咧，呢一隻咧，咁我都唔係好多地方滲。譬如你見呢一個框框咯，呢個框框而家開咁啱反光反唔睇唔到，呢個框框咧唔知點解喎，可能光咧就係麥克燈有框框嘅。咁呢個框框咧，而家咁樣見到啦。咁因為我冇滲線嘅，所以如果係完全係光嘅狀況之後見唔到，咁我咧就加咗啲叫做又係陰影咁樣啦。
即係基本咧，其實應該咁講啦，我有滲到線嘅。咁但我滲咗線之後咧，我照喺上面噴白油啦。相反唔係噴完油先至滲線啦，咁啊係滲咗線再噴。咁噴嘅時候就保留，唔好噴到咁盡啦咁。咁所以咧就結果咧就係佢依然咧佢唔係純黑色咧嗰條線。呢個黐得唔係幾好，但係軟化劑已經軟化咗上翻嚟，算啦。通常好多都係到最終係睇唔出嘅。而整模型呢就是要在这个的平衡里面，时间的平衡，效果的平衡，阿 Speedy 話出翻模型狂四郎嗰個模型狂四郎啊，模型狂四郎啊，講起佢咧，我都有少少後悔。其實我覺得又未知後悔嘅。佢之前出咗 MG 嘅 ，MG 嘅嗰只又係叫做富哈馬好似。嗰只咧，其實有幾隻富阿瑪嘅，一隻咧呢一隻，呢一隻咧，有少少想買嘅，即係最初出嘅時候就冇興趣嘅，因為見佢呢一個樣整唔好睇，咁不過咧想買翻都買唔到啦，咁啊同埋而家非常之貴，貴到唔合理咧。跟住咧就有隻嘅。四郎的嗱，頭先嗰只就係呢只啦，而家貴到緊要啦，咩幣嚟噶？千九炒啦！睇下先。那隻不是 Full Armor， 那隻 Perfect Gundam， 是記得了 Perfect Gundam， 完美高達，這一隻我之前有兩隻的，跟住賣了，現在剩下一隻，其實這一隻都挺難整，這隻標的很古老啦，好有嗰種味道啦，不過其實我都係咧，我都係嗰啲咧，我都唔係一個追古嘅人嚟嘅，未夠時尚咯，所以會覺得要將佢整得靚咧，即係要如果係整得時尚咁整咧，就又有排搞。咁前排咧呢一個啦。這個我覺得他整這一隻 Perfect Gundam 是最完美 的表現，這個神人來的 sense 非常出色啦，不過最壞他不是拿來賣，如果這套東西改建拿來賣好啊，如果你說想著整啦，假設你跟住去整都好啦，咁你嘅人生都要好多時間先得。時尚啲咯，
咁啊，之前嗰只就比較傳統啲咯。有隻手板一比一四四，Perfect Gundam 嗰只都有啲興趣想玩，咁不過就唔急啦，有機會先，或者可能有啲更加好嘅。呢只咧其實都真係幾難整得靚嘅呢只，即係如果假設係，譬如係點講咧？即係譬如係想追求時尚少少咧，其實幾難搞的。畢竟係比較肥少少。其實就好似嗰只 NT1 嗰只 NT1 嗰只咧，NT1 其實嗰只佢都唔靚嘅。其實老實講，我都冇買到。咁新嗰只 NT1 咧？重裝啦，如果就咁咧都仲好啲，如果加埋裝甲咧，其實好微妙啊，其實咁樣樣就好微妙。係好微妙。咁 Q 版啦。等 Q 版，即係唔係？因為呢一隻，如果呢個造型咁 Q 版 BB 嘅話，就應該幾過癮嘅，幾得意嘅。其實 BB 嘅 NT1 嘅重裝甲咧，我好似想買，但係買唔到。重裝甲 BB 我就覺得 OK， 但係嗰、好似係貴，我記得好似係二手都好貴。但係如果你話正比例嘅咁臃腫咧？咁臃腫就我唔識欣賞。呢幅畫就靚到爆咯！呢幅畫係不得了嘅呢幅畫。但係裏邊嚟講咧，都係結果我都係玩改件咧，好貴嘅改件。冇副裝甲啦，冇全裝甲啦。究竟有冇機會可以喺呢一個重裝甲都做得靚啊？設計得靚，可能有啲困難。咁而跟住又諗翻轉頭咧，所以呢個裝甲就唔知攞嚟做乜咯。以前細個時候見到佢咁即係咁重裝甲咁樣樣，咁就覺得過癮啦，覺得型啦。但係好快咧，咁跟住經寶飯一條餅，卜卜卜咁樣就爆曬啲裝甲，都唔知攞嚟做乜個裝甲。個裝甲就係預嚟俾人卜卜卜咁樣爆曬佢，避開咪算咯。避到嘅話，個古仔嗰個位好似唔可以避嘅，即係馬莎嘅名言啊！避到。中文唔知點譯好啊，避到就冇嘢嘅啦。總之簡單嚟講，打唔中人嘅攻擊係冇意思嘅。講起呢一個重裝甲咧，結果掛住好講啲高達，講下啲機械嘢。以前呢細個時候呢有個好夢幻嘅好吸引嘅係他搵到俾大家先，就係呢一個又係重裝甲。細個嘅時候咧，呢個超想要賽元祖嘅呢一個咧，呢個重裝甲咧，又我即係細個時候覺得好夢幻嘅呢樣。咁不過咧，都係咧，呢個重裝甲，咁模型咧，有冇見過有靚咧？模型可能難搞啲。畢竟咧，佢若果佢想做翻係
包落去嘅話咧，都總係變得好臃腫。有一套有一套手板咧，好似 OK 合理，唔係叫 balance 好啲嘅，不過都係算有機會啦，有機會等佢出到啱心水嘅時候先玩，有排整，而家手上嘅都。以前那些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呢，小時候有沒有玩過這個呢？可能有，小時候可能有玩過這個，很深印象，以前小時候就是他的手是這樣，可能小時候就玩過這一隻。小個時候對於變形這件事是非常之有這個叫做什麼呢，憧憬的。咁但係咧，玩玩下之後咧，就會發現咧，其實唔變形係靚啲，逢係變形就核突嘅，一定。而家新嗰啲有機會嘅，即係經歷咗咁多年九個世紀，水壺電話而家都變成智能電話嘅時代。會有進步的，個技術上面。剛才都睡了一陣，幸好都睡得著，畢竟是這一期呢，即這幾天呢，其實都這幾天都睡得多，因為叫做應該有點不舒服，他又沒有心機，這幾天模型都少整了，因為真的沒有心機，單純是睡，還有按下個高達，即係撳下撳下個 app 啦，咦係喎，我哋又係時候撳一撳先。貼水貼咧，都微妙地咧都有不少的技術，而所謂不少的技術的意思呢，是現在就這貼呢不是那麼明顯的，上保護式的上鋼油的時候呢，一些做得不好的東西呢就會浮出來的，即例如若果是不夠貼，例如是又或者可能是水漬或者是那些叫做咩咧？軟化劑嗰啲積物得唔乾淨啦，又或者可能軟化劑落得多咗或者少咗啦，噴燒乾嘅時候咧就會現形嘅。
大家問題啊！頭先咧，唔知係大家未到定係咩，冇人答我。喂，嗱，咁我星期六叫佢飲啦，咁我就連飲兩場啦。晏晝一點開始，晏晝一點開始，你估幾點完咧？我估應我唔係我估啦，照計唔會有成四個鐘咁長啦。我諗應該三個零鐘應該都夠啦。即係你當一般嚟講就八時公後，係六咩七時公後八時入啫。八點開始食，如果一般夜晚嚟講，八點開始食應該佢應該十一點都應該差唔多啦，冇理由去到咁夜啦。正常嚟講，應該一餐應該係三個零鐘啫，係咪？咁所以講，我假設我飲晏晝嗰餐飲到四點翻到去教室，四點半上堂，唔係喎，或者我早啲走，一點開始，如果我三點半走，兩個半鐘係咪都應該都差都？其實都八八九九嘅咧，照計食得七七八八九九，意思即係唔好太有失禮，太早走咁解嘅。咁就兩個半鐘係咪差唔多咧？定係要三個鐘？兩個半鐘應該都 OK 啦，係咪？如果兩個半鐘，睇你班朋友係咩人，冇啊都好靜嘅，都冇咩搞嘅，都唔飲酒嘅，都係學生，即係我係老師，佢哋學生係我嘅學生，大家都係比較靜嘅。同埋同一班人咧，夜晚又會再見嘅咧，因為係同一班同學，咁啱兩個人，一個畢業，一個未畢業嘅，結果都係同一日嘅婚禮，一個晏晝搞，夜晚搞。是个方式拉嘢啦，方式拉都系不停咁开会啊。睇你想唔想赶场，重点系近排市况问题比较。休息得太多了，啲課堂同埋太唔穩定啦，盡量唔想影響得太多，即係盡量唔想成日停嚟停去啊，咁樣樣。因為咧，下個月又去旅行啦，唔係有啦，下個月去旅行啦，咁啊要請假咧。可以找代貨喎，我蠢喎，係喎，點解我咁蠢嘅？代貨咪解決咯，係喎係喎係喎，臨急臨忙有冇得諗咧？聽日就可能難搞啲，下個禮拜唔係下個月去旅行有得諗喎。
不過呢，即係如果大家記即係對即係記知道啦，知道華麗係邊個啦，即係華麗咧，其實就係嗰班嚟嘅，其實就係咁啱係嗰班學生嚟咁 所以咧，聽日咧即係星期六咧，代課咧都應該都揾唔到華麗幫手，因為佢咧都係要飲，佢應該就係會喺同。佢會喺我同台飲，同一班同學嚟嘅。不過有啲係難啲，一班就好初班嚟嘅星期六，初班就難諗啲，因為我可以有個日本人嘅助手可以代課都得，但係如果 level 低就有啲難搞，level 高都 OK 嘅，中間位嘅都應該都難諗。位咧，點解我而家黐個水貼黐黐到會個水貼會黐喺棉花棒度，而唔黐喺舊嘢度咧？因為呢個件咧，我就噴咗燒光，噴咗燒光咧，啲水貼咧就相對地冇咁黐，物理問題。不過咧，因為最初頭就誤判咗，以為呢一件係唔使水貼。算啦，OK 嘅咯。有事咩就貼啦。基本都 OK。其實都係，即係阿科斯啦，一日兩場辛苦係啊，各位。諗起食兩個大餐，一日食兩個大餐都真係，都真係都幾金。中午平啲，而家好多人會中午開，都係㗎。中午係會平啲嘅，唔明點解班同事咁中意開會，我超唔中意開會。咁啊，方師奶話，咁啊又明白嘅。我嗰時喺日頭影相之後就飲宴，當然有之後啦。但唔多朋友玩，所以咧點名就完，都點名啊！老師去睇紅葉，撞到都會睇下嘅，咁唔知到時撞唔撞到咧？還會下午翻去開工，真係都嘿嘿。阿方師奶話幾十年前啊，唔係十幾年前，我調轉咗嚟讀。仲未興要影咗相放喺飲宴場所，都係喎。而家係好咩嘅喎？嗰日咧就即刻咧就要影相。啊，我第一次咧，第一次做兄弟咧，古仔唔知有冇講過？咁第一次做兄弟嘅古仔咧，就係、是、有個同事咧，以前仲係做緊編輯嘅時候，有個同事。其實我完全我唔知佢結婚嘅，
都唔知佢有啲咩嘅，因為好密實嘅。咁有一日咧，佢就無端問我，佢話你做唔做我兄弟？咁跟住我就話啦，火女火女去，好兄弟咁樣樣啦。咁啊，咁樣樣啦。咁跟住咧，咁跟住咧，過咗一。跟住佢好啊咁樣樣，咁我奇怪咧，咦咁樣點解個對答咁樣樣？咁即係佢跟住就好如常地好冷靜咁樣樣啦，我好啊咁樣樣，跟住咧就行開咗。咁啊一段時間之後咧，咁跟住咧佢就就嚟啦，就話即係揾我做結婚嘅兄弟咧。跟住你答應咗喎，一係咩咁樣樣？咁跟住一係喎，原來咁嘅意思喎，咁。咁啊就做兄弟啦。咁而嗰個經歷咧，嗰次做兄弟經歷咧，係都幾深刻。咁啊，但係好失禮咁講，咁好深刻嘅咩咧？見佢嗰次咧，真係怕咗啊！即係見佢嗰次擺酒咧，真係會令人怕呢件事。因為咧，佢咁啱佢嗰個做法咧就好傳統嘅，係超級傳統嘅。咁要神咁早起身啦，咁跟住接新娘啦。雖然我個好 friend 都係咁樣，咁但係咧跟住個所有嘅都好公式啦。所有嘅嘢咧都係為咗影相而去做啦。咁每做一個行為，每一個步驟都係為咗要就個鏡頭去做一啲嘢啦。咁我唔知點解覺得好唔中意咁樣。如果你話而家嚟講就可能係咩選舉嗰啲咁樣，嗰啲政客嗰啲咧，乜都為咗個鏡頭咁樣。雖然都明白嘅，明白係都要顧下鏡頭影下相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由頭到尾都好似只係為咗鏡對著，即係就住鏡頭去做好多嘢咁樣樣，咁就係咧，就好似個意思個意義好似好乜嘢咯。好唔自然咯，又或者可能咁啱佢嗰個攝影嗰個人嘅嗰個風格咧。可能個風格唔太過傳統啦。所以就令人都幾抗拒。跟住搞呢樣搞嗰樣咁樣樣，咁而呢亦都好多時間呢就係、其實冇嘅，即係而我哋呢啲所謂做兄弟嘅其實都係報警板嚟咋嘛。有很多時候都係冇咩好，好多時候都又唔係話有啲咩嘢咁樣行企企咁樣樣。咁咧嗰個咧就嗰次咧嘅印象咧就幾深刻。其實留下啲紀念係要嘅，
影下啲靚相都要嘅，但我又唔知咧，即係好衰咁講，我又唔知有幾多個咧會攞翻出嚟睇。或者是你要攞翻出嚟睇，係咯。咁咧就話科西話做完咗一次真係怕怕，好彩一世只要做一次。咁而遮狼咧就話家 姐做咗五次伴娘都誇張喎。我做一次咯，做一次伴郎咯。不過冇乜嘢嘅。咁我做嗰次伴郎咧，个古仔又我唔记得有冇讲过啦，有讲啦，但系即系我好兄弟嚟嘅，咁真系好兄弟嚟嘅咁样，咁啊做伴郎啦，咁啊做伴郎就我揸车咧，即系我揸我架车咧，就攞我架车做花车咁样顺便，咁样咧又唔系靓车嚟嘅，定系 mini 咁样啦。咁樣咧，其實呢個都唔係重點啦。咁啊，重點就係神咁早要起身啦，要揸車啦。咁啊 ，OK 啦 ，OK 啦咁。咁啊，OK 啦。但係咧，因為我係一個任何時候都可以瞓得著嘅人嚟嘅。咁而嗰期咧，因為佢接新娘咧，就係佢新娘咧就係住東涌嘅。咁咧，而佢咧就係黃大仙嘅。咁我喺荃灣啦，咁我就神咁早喺荃灣啦，就揸車去黃大仙啦，都唔算遠嘅，揸去黃大仙。咁跟住咧就揸去東涌啦，黃大仙就東涌遠咗少少，同埋東涌咧嗰條路咧，哇！嗰條路係眼瞓嘅，即係嗰啲高速咧，同埋嗰個 scale 係唔同噶嘛。東涌嗰啲嘅嗰啲嘢咧，即係。包括馬路啦，個間隔咧，即係嗰啲線嘅白線嘅間隔咧，都係唔同噶嘛。係，哇！眼瞓到我啊，我眼瞓到咧，我要撩佢傾偈啦，跟住係咁搣自己啦，咬唇啦，即係我做盡任何嘢都好咧，我都係錯嘅。但係因為喺車上面，只係得我同埋佢。兩個人，佢唔識揸車嘅，得我識揸車嘅啫。咁得我一個可以識得揸車，咁咧，咁而我就係咁樣嘅狀況之下咧，其實我有幾刻係錯過嘅。咁即係錯嘅意思係，即係個大盤錯啊，因為瞓著。其實很危險的，其實都不應該笑，不過真的，但是 我用盡我的方法咬成牙根，各種的方法搣自己，那我又不做得太明顯嘛，怕他擔心嘛，他是一個很謹慎的人，我都是很謹慎的人，不過他更加謹慎的，如果他知道我是這樣的狀況的話，其實都合理的，如果他知道我這樣的狀況的話，他會佢會用其他方式嘅，即係佢會盡量去解決問題嘅，當然都合理啦。如果調翻轉我，即係假設調翻轉，如果有個人揸車，我坐佢車，佢瞌眼瞓，我都會用盡方法去解決嘅。咁樣咧，咁我就一路揸啦。咁咧，個胎盤咧有時就會錯嘅。咁你明啦，點解會錯啦？因為咁啱一下一瞬之間失神啦。
咁不過咧，我都小心嘅。咁我都會盡量係行中線啦。盡量行中線啦。咁同埋盡量唔好近其他車啦。咁樣樣，我有咁樣嘅考慮嘅，我有咁樣嘅配合嘅。咁所以咧係結果嚟講係不其實錯一錯啫，都唔係話真係去咗隔離線定咩嘅，都係同一條線上面嘅。因為真係打醒就要翻精神，咁跟住咧，咁跟住，過咗一段時間啦，過咗一段日子啦，咁跟住佢再坐翻我車啦，咁跟住佢就話：，哇！你手車好咗喎，咁樣樣。咁跟住，即系我知道佢意思咧，即系佢上次佢坐车嘅时候，佢觉得架车好坐啊，咁样，咁我就哦系啊，咁样，冇啊。咁而呢一个故事系点样样咧？咁我会再我再等多几年啦。我嗰阵时谂就系个十年之后讲翻个故事俾佢听，讲翻真相俾佢听。咁我而家就等咯，等多幾年咧，等多幾年，等夠十年，我就講翻真相俾佢聽。其實嗰陣時係咁樣樣。咁啊，Colin 咧就話日本高速眼瞓，一眯埋眼條線會幫你響胎。哦，都有少少啊，係啊，都有啲咁樣樣。咁我都好清楚啊，係啊。所以而家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咧，咁我就會講清楚嘅。咁我眼瞓我就匿埋一邊瞓噶啦，即係爬埋一邊或者揾個位可以瞓就瞓噶啦。咁大家都慣噶啦。咁啊，方師奶話好危險，老師你要諗下新嗰啲電動車。但好似導航系統係唔得嘅喎，好似即係自動駕駛嗰啲，好似香港唔可以使用嘅喎，好似貼咗咁耐，真係貼咗幾嚿件添。重點完成只腳佢啦，不如可以踩下只腳過下癮先啦。原来未贴完噶，呢个小腿脚瓜窿咧，好多嘢贴噶呢个小腿脚瓜窿。咁而呢个 double setter 呢一个小腿位，其实亦都系佢一个特色之一嚟嘅。好多嘢贴喺呢度，原来。5961但系咧，我系眼瞓起嚟，真系任何时候都瞓得着嘅。虽然又唔可以讲任何啦，因为。好似譬如頭先節目之前咁樣，哎呀剪到少少先。好似頭先做節目之前咧，麻甩即係麻甩等緊做節目嘅時候咧，有時都瞓唔著，因為都壓力啊。有壓力啊。standby 係其實 standby 呢樣嘢係好有壓力嘅，即係本身我係一個壓力大嘅人。standby 係好難可以輕鬆嘅，即係即使譬如話頭先馬勒講睇亞姐啦，屆時用睇亞姐啦，咁其實都完咗第二節，話有第三節都可以遇到，大致上第三節都有半個鐘嘅。但係咧，有時你明知有半個鐘都好咧。即係你明知大概有半個鐘都好啦，你 set 埋鬧鐘都好咧，
有時係好難瞓得到呢啲位，好有壓力嘅。頭先瞓得到啦，因為近呢，因為呢期都真係有食有啲藥又食得多咧。今日晏晝都瞓咗唔少，不過咧都仲係都都會容易眼瞓。咁啊，講翻即係而家做緊貼水貼，貼水貼咧，其實每月理論上越貼越快嘅，即係每一輪都係啦。不過今日貼得好慢，貼得奇慢，可能真係個狀況唔係咁攰，任何動作都係咧，任何事情都係咧，你好快咧會掌握到一啲要領嘅，一啲要訣，咁跟住咧就會越做越快，正常。今日冇呢個能力，今日由頭到尾都係好雞手鴨腳。又會有出錯。嗱，咁而家今次咧就將佢落曬落去先，試下提高效率嘅做法啦。同一份落曬先。咁軟化劑要俾佢時間去滲透啦。其實理論上咧，就應該係落咗軟化劑個步驟上咧，應該落咗先。落咗軟化劑，跟住先至落水貼嘅。咁而家咧就調轉佢嚟做啦，加個效率啦。咁而先落咗軟化劑，因為理論上軟化劑係應該要係喺水貼同埋個鍵之間嘅嗰個中間嘅，佢有個咁樣嘅微妙，你當係膠水咧有個接合嘅用途啦。咁所以佢哋譬如話喺面啦，假設個軟化劑係喺面嘅話咧，咁個意義就會低咗啦。咁不過因為而家譬如話整踩咗落之後再喐下佢啦，踩喺面然後再喐下佢咧，咁都可以有翻同樣嘅效果嘅，即係都可以將嗰啲嘢咧就叫做鼠翻落去粥入邊嘅，鼠翻落去兩樣嘢之間嘅。咁而呢一個軟化劑咧，亦都唔可以話太快就抹乾嘅。如果太快抹乾咧，佢咪未溶咗落去咯。軟化劑一定程度上嚟講係有少少溶嘅異味喺裏邊。咁所以落咗軟化劑之後嘅水貼係容易爛。唔小心會容易爛，咁而家佢係咁黐住個手指，有啲危險。好，哎呀，水貼都會失敗。
都可以話好耐冇試過。貼大水貼會容易失敗，貼細水貼都失敗啊，係咁。好喎。OK 啊，少一塊咧，都有後補可以補翻嘅。試下一個比較快啲嘅動作，整住兩塊先，唔好貪心啦。今次就應該咧，不過呢個腳瓜窿咧，頭先揦一揦咧，原來仲有添，都好多嘢貼啊！呢個腳瓜窿，仲有唔少嘅嘢喺度。方師奶話我未去過長野，只去過東京，仲要坐火車。其實老師又唔係要check下睡眠質素唔好，應該睡眠質素唔好有機會，因為鼻敏感咁有時容易鼻塞啦。之前有一定嘅。有時咧，
今而最近冇，最近已經冇啦，近年已經冇。咁雖然而家肥咗，之前有一期係啲鼻寒好緊要啦，成日都吵醒自己，睡眠窒息症，都幾誇張噶，坐起嚟。咁但係咧，咁我去睇醫生啦，睇政府啦，咁啊排期啦，其實都好多年啦，排期。哇！那個年份去到未來世界的年份，我先排到期，咁嗰張嘢我禮手已經擺埋咗一邊，但係其實已經不知不覺已經到咗嗰未來嘅，已經到咗未來世界嘅時間，但係嗰張嘢都唔知擺咗邊。同埋而家咧排到嘅時候，都好似都又好似又冇乜嘢。哇！嗰張排專科嗰張嘢真係去到未來世界。哦，係啊，Colin 咧就話嗰次定係 Colin 啊，應該係日式嘅老闆仔 Colin， 英文識讀法就 Colin 係咪咧？嗰次長夜朝早出城田。超恐怖，大部分單線，貨車超慢，條路又鋪得靚，部車超定超靜。哦，係啊，其實日本部車係咪超定咧，就唔敢講，即係普通嘢咧。最緊要係條路靚，日本啲路係靚得好緊要。日本啲路咧係平得好緊要，平到係好誇張。再荒山野嶺地方咧，即係除非你真係去到一啲唔係鋪啦，或者真係好舊啦，好多大部分嘅路咧，啲都係好靚嘅，都好平，係好誇張。嗰啲路係靚得好緊要。我就係記得香港啦。其實我最主要都是揸，其實都係嚟到都係揸嗰幾條路，我好少成日周圍去，雖然我架車。咁其中一個最主要會去往返嘅地方就係美羅啦，荃灣去美羅咧做節目咧，雖然唔係話成日都去，起碼兩個禮拜都會去一次咧，或者兩次。咁龍翔道啦，哇！中線條路爛到咧～應該是龍翔道啦，冇記錯啦。咁啊，佢中線咧嗰條路爛到咧，係唔可以行中線，要特登要行避左線或者避右線。一般嚟講都係行右線嘅。咁啊，要行住右線去。行住右線嘅原因唔係快線 hell 啦，而係中線實在太爛啦，呢個地爛到咧，你覺得即係行壞部車，好誇張嘅啲路爛到。咁啊，講起咧，頭先關於呢、這、一個，即係我頭先有少講關於高達咧，我突然之間諗起，我想講多兩句。係咩咧？都炒下炒唔炒到先？这个重装版的高达呢，原来其实我都有几只。我最喜欢的就是我整了的，不过相我查不查给大家看。我觉得整得很靓，我觉得。但查不查到先。這一隻呢，不過有點朦朦地，這一隻不過好像真的很朦。
呢一隻係手板嚟，1:72。咁我覺得呢一隻 full armor 其實都同本身設計個差距都比較大啲。或者我揾啲官圖先，好少影相。我覺得嗰隻係幾靚。咁另外仲有手板出咗幾款嘅。咁而手板有幾款咧？咁嗰陣時四盾我係冇買啦。咁點解冇買四盾咧？因為類近嘅價錢咧，就買咗另外一隻手板。咁嗰個手板我覺得就喺我嘅角度嚟講，我覺得嗰隻係靚十倍啊！所以相比之下，喺嗰個 moment 咧，就更加冇乜興趣咧，就買四盾嗰隻 MG。小心網上見到一啲奇怪嘢，唔小心撳下撳咗有啲咁樣嘅手板，係咪啲人自己整嘅咧？咁樣嘅重裝都有。都幾過癮喎，呢隻都。呢啲都幾過癮喎，係咪外國人整嘅咧？1:100 ，AKA 定係呢個好似係咪自制骨架嚟咧？幾過癮喎呢只，好似都幾靚喎，幾精細喎。設計個設計嘅聲好似都唔錯喎。但係呢個無限喎，呢個我琴日其實有少少似無限，又好似又唔似嘅。呢個係無限嘅呢個。哦，呢個網係唔知係咩嚟嘅。咁即係代表有出過啦，嗰只 GK 揾下先。我冇啦冇啦，咁一時即刻揾唔到。咁我覺得有好多好靚嘅重裝嘅高達，但係佢通常嗰啲設計咧都好唔同嘅，出入都好大。我記得我嗰次嗰只係 DC 嘅。好像是 DC， 但不是这一款。类似这一只，但这一只都未够靓。是肚饿添。方先生話：其實香港啲路差啊，雖然美國啲路都唔係好得幾得，好得幾多。咁其實咁應該調翻轉日本靚啦。睇完可能要戴機款，但係真係要改善。我有屋企人戴機款，真係唔會再。時間都眼瞓，哦，咁我又未至咩時候都眼瞓，咁不過咧要瞓咧就咩時候都瞓得著。今個禮拜咧，今個禮拜嘅星期日啦，我買日本嘅教室啦，喂，佢瓜窿啲貼紙仲未貼完，撞鬼你，仲有一塊。57呢度，
瞓覺咩時候都瞓得著，啊肚餓啊講你。哎呀！時間關係，今日呢其實有少，其實有少少諗咧，翻嚟整個麵包食。咁不過咧，都係簡易咧，今日就買一個當當食啦。就撳下高閘先，energy滿翻啦。其實撳下咧，都真係都有排撳，升下啲唔同嘅高閘啦，咁樣樣抽下嘢，升下嘢咁樣樣，咁咧。咁嘅 game 真係可以有排玩。同埋你總係抽唔到啲好嘢。抽勇敢的 energy 先，唔好嘥咗佢啲 energy。柯南話日本咧啲路靚到前車尾碌咩啊？睇唔到好似咩咬起嘅水花會形成彩虹，喺長野白馬村喎。草嘢，草素材啊，要打素材。公司咧話同各位屋企人好似睇醫生驗下啦，我諗辦法捉老公去驗咁樣。
不過你又講啦，即係好似好老人家好多病痛咁樣講到。咁咧，我條頸咧，即係啲職業病，因為長期耷低頭，又冇做運動咯。唔閃嗨喎，手指頭。呢啲長條型咧，嘢好危險嘅，見到嘅。都係嘅，雖然就唔想承認老啦，不過都係即係驗身呢樣嘢好老嘅一件事，好似都要驗下嘅，同埋保險嗰啲有送噶嘛，咁保險有啲有送咁去驗下都 OK 嘅。肥了好多，咁
係咯，唔知有冇相關嗰啲問題。但又中又又，但又真係容易肚餓呢下又。可能要練細翻個胃，個胃大咗。今次真係完成啦，應該哇呢塊件都好多水，好多嘢要貼喎。總共一二三四五六，有六個，有六樣要貼上去。方書亞話：城市人生活忙，又少運動，壓力又大，會容易多病痛。好典型嘅說法。睇翻白色要貼嘅地方，其實都唔算好多。都唔係我手翻。兩肩、腳尾、肩膊、手腕。側邊其實之前我分了雷應該都沒有分錯了，全部都要四點熬嗰陣咧，
咁咧佢好多嘢送。佢呢一隻 game 咧，我覺得佢其中一個唔好嘅地方咧，就係佢貨金嘅話咧，嗰條界線定得唔好。一係你就唔貨金，譬如話假設咁講啦，如果你貨金嘅話咧，就好唔合理。譬如話呢一個120個鑽石啦，120個鑽石咧就就兩嚿水，278就成盒模型嘅啦，358卡板啦，呢個 M 字卡板冇咁多掣，跟住咧540買到咩咧？大盒啲咧咁樣，咁咁而佢例如120粒鑽石可以做到啲乜咧？譬如話抽嘢咧，十年抽。它基本都是十年的，十年抽，即是十一年抽的100鑽石，但是十一年抽呢其實都未必抽到好東西。我現在有400多個鑽石，409，就全部都是打回來。它是不是說完全不跌鑽石，鑽石又不是不跌，但是它那個價值呢，100粒就82粒就兩嚿水，太貴了。如果你話你平少少，平啲咁樣樣，咁我諗我都會放下嘅，太唔合理啦！兩嚿水你即係十年抽一次，十年抽其實未必抽到，即係十年抽都未必抽到你想要嘅嘢。即係佢個 topic 嘅，佢成日都係咁樣 topic 咧。誒呢個 topic 咧就今次係呢一隻嘢，但係你十一年抽未必抽到喎。如果你話十一年抽一定出到，或者高機率出到，係咯，即係意思係你俾兩嚿水去抽，兩嚿水去抽都未必抽到。咁呢個貨金就太過誇張啦，就太過唔合理啊！但係如果話真係可能會貨嗰啲咧，就真係會都幾無底深潭，因為你發現你貨咗貨貨兩嚿水你都抽唔到，咁但係你又真係想抽喎，咁例如咧，你可能有去選擇啦，就係例如係你306蚊就234粒，但係都抽兩下啫喎，即係兩個十一年啦，因為佢機率實在係唔高喎，即係你話你抽呢一個，嗱我因為我好少玩貨金 game。因為我好少玩抽嘢 game， 佢抽到高嘅四星，即係最好嘢機率咧，係得6%，咁而當中雖然而家個 topic 嗰個主力嗰只有3%，你有3%可以抽得中你想要嘅嘢，11個機會，兩嚿水，11個機會。我冇玩其他啲咧。即是我近乎都不是近乎冇嘅，冇玩呢啲呢貨呢啲嘢有機會要貨金嘅 game 或者啲咁樣嘅 game 手機 game， 所以咧唔知佢個價值或者個價格係咪咁？呢、這個就我覺得呢一個係太唔合理啦。你話呢個十一年抽，如果你話幾廿蚊，可能我都仲會諗下兩嚿水喎、點貨啊？呢盒 double setter 呢盒模型都是3嚿水，个盒都影唔到俾你睇有几咁大盒。呢个说明书摊开都冇个盒咁大，个盒都仲会再大啲。
所以今次咧，今年冇玩 FIFA， 但近年知點解咧？呢應該唔係近年咧，呢個零月咧，嗱上個月咧好奇怪嘅，應該前一段時間都係嘅，直至上個月為止，啲 game 都係多到玩唔曬，玩多到唔知玩邊只好，但係突然之間呢期咧就冇嘢啱玩。雖然我而家啲高達都叫撳下撳下，都叫做玩緊啦，但係咧睇個靜態咧，呢啲 game 睇個靜態咧，雖然我好撳一路撳一路撳，咁都叫做有一定嘅滿足啦，即係有啲嘢，有啲遊玩啦。但係畢竟咧，唔係一啲刺激嘅 game。都是不夠過癮，都是不夠滿足。手機遊戲年終慳唔少，咁我有玩下都好咧，大機 iPad 都有玩，兩部機。不過基本我都係冇，我都係唔課嘅。有時玩到咁上下咧，即係玩到咁上下嘅意思係，咁我都譬如呢個 game， 咁我都玩咗一段時間，一定程度上嚟講，當係答謝下，輕輕課下，都 OK 嘅。其實輕輕課下都 OK， 又唔係一定話真係即係少少錢都唔肯俾咁樣。但係兩嚿水太誇張。如果你話兩嚿水玩一隻 game 嘅話咧，應該可以係一隻完整嘅 game。雖然唔可以話呢一隻唔係一個完整嘅 game， 即係手機 game 咁，但係理論上咧就可以係一個再，即係例如係手例如係電視遊戲嗰只咁嘅角度嚟講。等 Steam 減價，等 Steam 減價，兩嚿水去買到啲好嘅作品。似呢一個比較大塊嘅水碟咧，大塊水碟咧其實就應該要更加個動作咧要做得準確啲。冇必咧就係、是。它一定是個水貼和即個軟化劑要在水貼和那個那個組件之間。
才可以做到最好的效果。差不多啦，咁咧就貼埋呢個件啦，貼埋呢個件咧，今日差唔多呢度段落啦，開始有啲恍惚啦。咁啊，揀繼續落去咧，咁相信咧嗰個哎呀，就好似係咁啦，嗰、那個錯失咧就越嚟越多啦。會咁噶，好彩佢有士啤。哇，好少會，今日嘅失手嘅機率就十分之高。都可以話好耐冇咁樣失手。確認清楚先，係咪真係多咗先？六啊九，一定程度上嚟講係腳瓜窿後邊啦。咁腳瓜窿後邊嘅話咧，唔明顯嘅。咁睇清楚有冇時機先，六十九。都預咗係呢一個係會容易失敗嘅。阿卡話：老師，如果星期日帶讀幼稚園小朋友在東京旅行，你會推介什麼親子觀光活動？打碎名字成功行下。
旅行，旅行唔敢講。尤其若果而家假設你講東京旅行喎，東京旅行，若果呢一個時間嘅話，最基本呢，即係嗱，我個假，即係以我比較唔係太親子活動，唔係太在行嘅話呢，一般嚟講，我覺得可能動物園啦，嗰啲啦，又或者係行下啦，小朋友行行到山咧，山嘅意思都唔系真系喺座山嘅山度，咁啊，如果你话最基本咪高野山呢、這个时间去，亦都可以系睇红叶。好似行路咁行嘅啫，其实基本系，虽然系叫就叫做行山啦，咁即系叫就叫系山啦，不过其实都，高野山又冇禁嘅，有啲斜路咯，咁不过佢体力 O 唔 OK 咧，就呢个就可能就你要你可你就清楚啲啦。好，仲有个六四，贴埋个六四，六十四，上边哦，六十四，佢都预多咗俾你，佢预咗三 set。可能即系佢知道，呢一个位容易失败，或者容易有意外。貼好多唔同嘅水貼啦，唔同牌子嘅、唔同出品嘅水貼咧，畢竟係 Bandai 嘅水貼係最好嘅。畢竟 Bandai。模型系最好嘅，因为高达模型嚟讲，设计上面就有啲冇得讲啦。咁啊，始终系要忠于原著，又或者系，哎呀，太心急。如果真係又整爛咗添，好，點解啊？點解啊？瘋狂失敗喎！即係有時有啲失敗咧，都真係解釋唔到。冇諗過會失敗。或者可以咁講嘅，因為冇諗過失敗，所以就失敗。呵呵呵。
其實照計係唔應該失敗，冇咩好失敗，但係結果咧就係唔知點解就咁多錯失。因為我發現我有少少肚痛，食咗包之後。好，咁樣啦，差唔多啦，今日就唔太晏啦。如果唔係聽日咧，就會聽日咧就難受啊！聽日會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先差唔多啦，呢個位置422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今日就喺呢一度同大家就 say 个拜拜先。咦，个软化剂？软化剂定系咁毒嘅？变咗一撇嘢喺度嘅？软化剂定系佢水贴嗰啲水渍？水贴啲水渍嚟嘅，似系水贴啲水渍都几毒噶。好，咁我哋就今日呢一个 moment 先睇翻先。陣馬山，不過睇你想行熱鬧定靜靜嘅地方。如果你話東京，小朋友會唔會怕悶呢？如果你話日本人就見一家大細都會行嘅，咁不過小朋友就不過如果香港小朋友唔知會點。好，咁我就呢一個位置先咧，就轉一轉個鏡頭。咁啊，而若果係睇重温嘅朋友咧，咁啊，首先多謝你啦。咁啊，亦都多謝各位嘅現場各位睇 live 嘅朋友啦。咁咧就轉一轉個畫面啦。咁啊，若果係睇重温嘅朋友咧，就係完結嘅時候啦。